大家好，又是我 Coach 灰啦。我哋今日咧就嚟到呢个核心 core training 咧嘅第二阶段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哋今次喺呢一个阶段入边咧，主要要学习喺篮球场你比赛嘅时候，好多唔同嘅动作，接波、射波，每次呢一个练习三分钟。OK， 波，前臂，波，前臂，波。前臂压一、二、四、五，五个压波，然后射波。正常跑嘅时候，大部分人都系咁嘅，重心带动自己。我哋系核心向后引前自己，唔系向前，系压住，压住。压射，压再嚟，压边线波，哇又歪晒，有咁难比咩啫？停手压 crossover， 压停，记住我哋压完有呢个步，记住呢个步咧，向后向后，明白？压过嚟，压停 ，shoot。永远都是我哋 crossover 压向自己只脚前面拍，基本上你就追得翻，明唔明白？呢度落地你就呢度追得翻，喺自己压左脚前面落地，你左手会追得翻。核心力令自己弹起接埋波，转压出，胯下换手，胯下换手，压出。明唔明白？即系手压手压手压 ，Go one two play。就算 even 啊，你学到 Tim Hardaway 嘅 crossover， 明白？我哋前压 Go， 明白？我哋咪就可以咁样咯，拍压 crossover shoot。我哋就系以前 crossover 点解做？你的重心已经令到你无力，浮起浮起浮起 ，side step，shoot， 记住喺 crossover 嘅时候拉起拉起拉起，你要拉起你先做得到嘅，拉起射波，记住接压压压压压压压。一埋，压压压压压 ，Go one two play。我哋系压，喂，我系直接可以射噶啦，因为你唔系压啊嘛，就系压推前后脚去接波，睇唔睇到？后脚去接第一步，记住我哋拍。Go， 压停拉后 crossover， 直接可以射埋添。好，多谢晒，今日完。